不要那么丑啦。Blackpink， 嘟嘟嘟嘟嘟 ，How you like that？有没有护目镜啊？Hello， 欢迎到 PY 日常，我是 PY。今天我们来到一个地方，这是哪里呢？小豪包膜，台中市西区上方路一段349号。它这里有很厉害的，就是我以为里面都是机器人，结果后来是真的有人。因为一般这种里面不是都放一个机器人，然后一直这样，就它里面真的是有人在动的，你看超酷的。然后等一下呢，我就进去体验一下无尘的感觉。先跟大家介绍，就是果冻铁的部分，老板有用一个很厉害的压力测试机。这个压力测试机呢，就可以测试我们的膜到底可以承受几公斤的重量。那今天我要来测试的就是我本来这个膜，我这个才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你猜一下多少钱？80块。这个是我之前贴膜，然后它破掉之后，我就去缝甲随便买一个。它刚好前几天，你看，它前几天呢，我摔到，它飞走，然后就这样立一盒。应该现在测试我的吧？不被撕下来就整个碎了，那也不用测试了。好，它这个现在设定 kg 嘛 ，kg 就是它可以承受的重量。那么现在把它贵一点，它现在是零的状态。那我现在来测试便便，这个比较完好无缺的地方，这是我自己的哦，80块的哦。来哦，好，现在一哦，七就爆了哦，平民好货嘛。那我现在用他们的膜下面都会有一个 logo， 现在来测试，我们来测试它的角胶，完了，21了，22了。哇，很紧绷，太紧张了，三十了，四十了，为什么要贴比较好的膜？就是因为不要伤到你手机本身。手机嘛，我们就是要让它保值。有的人壳就是随便买，我都以为它没事，其实它默默在受伤，就跟我的心一样。那我们现在来测试这个，这样，然后这样。它可以测试那个膜的弯度，我们等一下就是会把膜放到这里来，然后呢就慢慢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，然后看它可以拱到什么程度。来哦来哦，那我们现在打开哦，这也是好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现在把它打开，先把它放进去，好可怕啊，我现在已经喷到眼睛。它现在正在往前进，有看到吗？有 ，yes， 快吧！有没有护目镜啊？看一下你的国外，这超弯的，这根本就是一个 C 字的感觉了。不是啊，他已经很弯了，已经够了，我已经觉得很厉害了，可以结束了吗？啊哈！可是它刚刚已经很弯了，有没有看到？而且重点，它睡觉的时候，它不会整个就是散落一地，它就是像安全玻璃的那种概念了、啊。
欸，正常人也不可能把它用成这样啊。对，这只是比较浮夸的测试，但正常人不太可能把它用成这样，用成这样你手机应该也没救了。像大家如果自己有在贴膜，就知道以前那种比较便宜的膜，你稍微就这样折一下，大概到这个弧度，你就会破掉。可是它这个可以凹到像这样的程度，膜还是要贴比较安全的，然后不要伤到你手机本身为主。OK， test 完毕。接下来呢，我就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很独特的东西。它这里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膜，这里的膜有很多卡通图案，有蛋黄哥啊、史努比，还有米奇。反正就是一些迪士尼的东西。那这里迪士尼的东西很特别的是，全部都是正版官方授权的。那我看一下迪士尼的娃娃或者是一些周边商品，它会有的，所以这是正版授权，不是像那种硬是随便卖。如果它这样卖的话，老板应该先被警察抓走了。不要看这里只有可爱的东西，还有这些什么刺青图啊、花的、蜘蛛人这些都有。它这里呢，不只有刚刚那些膜，还可以刻字画。刻字画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可以用你照片来给他，给他的话他就会帮你制作一下。你可以制作人的照片啊，反正就是你放上去的上面都可以，或者是你要放你的不雅照也可以。我不知道他这里会不会帮你做。这台机器厉害的地方是，一般你去外面客制化的相片，它出来一定会有一些是色差或者是解析度上面的不一样，那这个印出来就跟相片一模一样。所以呢，如果有兴趣要制作你的贴膜，你可以放你跟另一半的照片，然后可以放在手机上面。这边呢，就是可以提供给你休息，比如说你想要来这边贴膜，然后需要等一点点的时间，你就可以坐在这边喝咖啡、泡茶聊天，然后等待你的小宝贝出来。那我们这边就到这边结束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感觉很像什么？很像我们去。不是我们啦，待产室啊，对对对，很像待产室，然后再看，如果那个手表是我的，我就想一张看，为什么要这样？好像看我一眼，我换衣服换，好怕把它弄破，可以耶 ，Blackpink， 咚咚咚咚咚 ，How you like？是我的那么高啊？这为什么我的怪怪好像近视的感觉？我也是啊。是吗？你看有那么高吗？我不要那么丑啦。这样好了。我现在呢要进去，老板说这一道门跟很多科技厂的无尘门是一模一样，甚至比他们还要更高级。那我现在要进去，进去的话他就吹15秒的风，而且我觉得这进去很像演那种什么生化危机里面，然后进去的时候氧气就被吸干，然后就那我现在还要好重，你看它这里很多洞，快走，拜拜。他现在哔哔哔，是我可以进去的意思，我要进去了。嗨，你好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里面好安静哦。来人说他听不到哦。那这边的弓都很细，他们会很专注的看一些东西，所以我们不要吵他们。这边呢，就是有一个传送物体的一个门。那我现在要请赖瑞呢，把我的手机放到这个传送门。那传送门会有两个门，两个门不行同时开，因为如果同时开的话，外面的灰尘就会跑进来。那现在请赖瑞传送给我们吧。那现在它放进来了，它放进去。
那关门之后呢，我才能把这个手机拿出来。拿出来，他们就会通过这个方式，让里面的灰尘呢，不要跟外面的就是空气接触。里面真的好安静哦，哎，很难得可以进来这种地方。通常呢，只能在外面看这种地方，然后里面一般都是机器人。现在里面竟然有真的，而且我觉得在里面好酷的感觉啊！好了，那我就不吵他们，就赶快出去，拜拜。打好了，打好了。外面的世界真的太好了，里面好安静了，而且他们很认真在做他们的事情，我讲话都不敢太大声，怕他们觉得我很烦，因为我在工作的草屁。没有，开玩笑。但是比较好看，让人很时髦的人，就是那些丑帅。最后呢，一定要跟大家推荐，现在目前有一个活动，你 iPhone 12拿来这边贴的话呢，它就会送你一个美国军规的防摔壳，那这个市价呢要680块。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，喜欢影片记得按赞，还记得追踪我 IG， 无脑盖你，拜拜。好，走太快了，冲太快吗？重新来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，我也是 YouTuber， 没有人知道的心酸啊！不要看我们这样很累，这是可以拉低一点，好吧？